讲鸟糟，鸟糟，鸟糟啥我唔知。鸟糟就是一种鱼啊，啊足歹食，啊你鱼啊就爱食泡泡，做鱼啊足臭足好食，啊你鱼啊太欠泡，所以你若甲你当时鸟糟，就是你鸟糟无欠泡，了解？你听，你蛮听。聽到我們這個是拉的，你要也要聽他，你們人跟我好朋友多久，我不跟他操控多久，馬招你要跟我說，馬招就是怕你，欠怕，好，好，欠怕，好，謝謝，好了，謝謝，你欠怕，好，好，你幹嘛呢，你幹嘛呢，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陈美娥同学，也就是我们同学长得很漂亮的陈美娥，想到这个鹅就想到有那个月亮的嫦娥，不知道有没有去跟小白兔打约会，蛮可爱一样都是鹅，为什么你这个鹅这么忠心，有那个鹅都会去跟小白兔约会，有没有小白？没有。哎呀，那你那个我应该也没有想，那、你对这个同学会有什么看法？就是很高兴啊，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啊。现在毕业到现在几？别急呀，你。现在跟他们22届，对。22届，有，啊，已经51年的同学会了。那、你对这51年当中，人生这个旅程当中，你有什么对你最怀念的这个事情，还有对这个你最人生啊、你所接触的给你最难忘的事情，跟大家说。难忘。像讲你跟你安源好的啦，是你生病的时阵，你看对你真友好。啊，是外口你有看到迄个小王先生做引导的啦。都还好嘞，那阮真单纯嘞，我袂像你所讲的。咱同学上单纯，我比较上较无遐单纯，我拢会跟阮长娥做做做伙。我们长娥坏坏，拢会我讨厌的，我爱讨厌。你看今日日头松，阿公会甲我塞皮肤，阿妈会惊死，买同性恋。现在这个年代，这个记录就讲咱这年代同性可以结婚的年代。啊，伊若甲我逆白过，我可能一家人顺，一家人顺。即摆你讲，我你去结婚？去结婚过，好，安尼会好。啊，我是够你时间啦。啊，你应该嘛无同性恋的？没有，没有。人为什么会同性恋？因为没有，因为精子跟卵子结合3个月以内看不出，3个月以后分泌男性荷尔蒙跟女性荷尔蒙，你都没把我讲吗？很奇怪，会变成男生跟女生。啊，你生下来的时候就是男生会穿裙子，女生喜欢啊那个穿裤子啊，这是比较不寻常，你要带到交协医院去做检查。男性荷尔蒙跟女性荷尔蒙，以后才不会人流产，才不会同性结婚，这样才会比较正常。这个是同性恋的优点。我们这么单纯，都没有看到这么。我你讲，我到今仔日才知影，就是因为爱。你头前迄个因妈妈是妇产科，因妈妈跟我讲。原来如此，了。好啦，安尼就好，谢谢。感谢你来参加咱的同学会，非常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来参与。有你支持。啊，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李瑞香同学啊，他以前跟我同班，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学啊。我们离别到现在已经多久了？哦，好多年了，都有，不记得了，记得。这是第几次同学会？真的忘记了，真的忘记了。啊，你对同学会有什么感觉？很高兴。啊，你对你这一生中，你最难忘的有哪些事情？就是跟同学在一起呀、啊，那个时候真的很好。
啊，确实今仔日啊，你那是做你上介意做的工作是什么？上介意做？嗯，就是心存善念呐、啊，做一点好事。人家比较像同学，真的心地非常善良啊。今仔日啊，咱同学会啊，拢个个都有这个人才啊。今仔日卡叔，你那是你安怎开好的？卡的是给漂亮汉子。那我想法就跟你无同，我就想要来去做个白菜做啊。我系想讲吼，加迄、那个。以前是熟读九炸，我要甲改熟读十炸。你啊看咱咧威力才强啦，分出来吼。你看咱地地基啊，着起飞，我来对你个下管清气，啊分的着拢走出来。所以吼，一乖啦，讲有影，咱着熟读十炸这样。咱赢就着爱去参加咱同事会。没有那个。做一天的工资来用不够，这是譬如来讲，同时千汤万汤有去讲，咱来卡打一边，啊打拼赚钱。啊，你对咱同学会有什么建议？没有啊，就是很高兴，很赞同。啊，你也当爆料我们同学有什么，不能说比较，爆发性的那一些新人。没有嘞，个个都很好。这个好。尤其是尤万松最热心，这个都在这个镜头，我跟你讲，这镜头都没有人看到没关系，所以我们两个人看到，他们可以把它爆料出来。就是没有啊，真的没有。产品春标爱记人，爱家有没事，根本就看不到。没有啊，没有，他没有办法有办法爆料。没有，没办法，没有。可是很感恩，真的，真的很感恩。我们同学真的很好，有你真好，有你。有理，不是说有理最好，不在靠你，要问别人，你要找我们问。真的啦，有他真的很好。还有在有同学，大家来更好，每个同学都是主角。希望我们每年都是这样继续下去，这样才是好。等到哪一天走了，什么都没有了。对、啊，今天难得啊，真的很难得。非常感谢你来参加同学会，有你的光彩。能够搭上我们同学会这班第九班列车，让同学会再次的伟大，我也非常感谢你，真的有你真好，有你更好，有同学来加倍的，这样可以了吧？可以，谢谢你，恭喜，好的。还是各位云端上的同学，大家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陈焕章同学啊，在看看的拢蛮清楚。年纪啊，结婚大年，安尼看看清楚，老师嘛蛮清楚，啊，头前这嘛蛮清楚。这是阮故宫啊的职工啊的无旧的无故宫，安尼你爱叫是？叫做大，叫做大，叫做大就好。叫这个。叫西工，叫西工，叫西工好啦。你若搁教我问句，我是袂记。系啊，咱这同事内底上纯情的男性，听伊讲，你这世人上纯情，敢有影？本来就纯情啊，系啊，你世人都纯情。你知影迄个素兰要出唱这条歌无？你唔知影吼？你都黄三元吼，全两个某拢叫做素兰。所以素兰要出要创新这条歌，你知影阿里山这条歌安怎来？知啦，安怎？啊，姑娘作主耶！阿里山的姑娘，你如水作主耶！阿里山的少年，拢去弄着山比较厉害，对不？对啊，你知影在山姑娘安怎来？山姑娘，阿因老母生啊！山姑娘就是住伫咱蠓仔溪边，伊刚要嫁翁的时阵，穿官衫，多热，落雨，你嘛去啊斗下，你袂记得？你知影你住山顶要落雨的时，穿官衫，花鞋吼，搁穿两百裙吼，你行裤装你斗下着，有无？假骗你好笑，我当时我才不爱换迄个，山姑娘就是按家来啊。我都坐面路的，我都买红鞋的。咱这纯情男性，你搁会记？咱一过去澳洲佚佗，你会记无？你记迄个苏联，看到迄苏联的咩作势？看人讲挂在工地，
啊，你来叫了。啊，我不是要去那叫，是用 A 类。唔呀，你好尖是搭的搭一个什么床？哎呀，你用 A 类哦。啊，你英雄嘞。哎，那边六床。哦，我都要出，都要出名了。你澳洲话出名，哇，这出名，你爱就是英雄。你从老的苏联，啊，到今麦才等啊！你看，你去个今麦五十一年啊，有无？有啊，等啊，多少汗牛十八年，哎，五十一年，江山依旧啊！啊，人呢，人爱着美女，啊，从老地迄个所在，啊，你够会记哩？无啦，无啦，这瞬间他男性对无？江山我赶快啦！你看，头前迄个上来，你看，你莫来啊，紧走！啊，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以前叫简立清同学，现在所看到的叫做简立真同学。啊，细汉时都非常白，非常的水。啊，大定军后壁高，能要回避后壁高就是这个所在，这是阮怀念的所在。啊，一白印高水，啊，细汉的时生都非常的水。啊，因为阮生做较歹，阮拢唔敢行上路，惊叫怕去。有影，有影，点只哦，安尼就爆料出来。有影，有只通讲，后者去阮查某囝伫遐监视呢，你袂使讲。爸爸上课的时候，他很活泼，很活泼哈，美女很多哈。他都要从我家经过，一直逛街。啊，你对咱这个同学会，甲即马安尼几年？不止几年哩。他都没来的，人家没人，人家轮廓都在，但是名字都记不住。我建议说，你又来，他要放你吧。啊，你对咱五十多年，咱五十一年的同学会，啊，有什么感觉？我感觉不错诶，因为就是哎，感谢同学，大家这么热心来参加，啊，不过感谢你来了，感谢你。啊，迄种嘿呀，对呀、啊，大家能够在一起，真的是缘分呐、啊，真的很开心，谢谢你呀、啊。你很热心啊！没有没有，有大家同学来参加，每一个同学都是一个主角。咱这个同学会的记录，就是你讲咱同学会的故事。啊，咱同学会就是按流流传啊，一点的铸造铸造那个通信的字典，进化到第七，啊，今天应该有事情啊。第七次是林淑玉的那个。主体带的群体啊，更上一步，我们现在已经进化到网络年代，啊，所以说我们同学会也是跟着同时啊这个时代在走，啊，所以我们每一次的同学会、啊、都有崭新的一面，啊，这些东西当同时努力出来的结果，我们同时都有很多人才，人才同学对。读书的时候是很皮肤，现在都很优秀。简立清同学小时候很会读书，又长得很漂亮，一杯硬高数，是让人啊拢伫心目中一堆堆的一个啊。啊，不自信，但是同时讲话很少讲话。那你这辈子好像有开过卡拉 OK 吧？有啦。你很会唱歌嘛？还好啦，我唱男生的。唱男生，他能不能哼几句给大家听？没关系，不然很有记忆。开卡拉 OK 你会唱歌啊？没关系，没关系，唱唱一句也没关系呀。当我们同在一起就是最好。当我们同在一起，对，那你也要讲一句话。我没晓得，我无学嘿，我要考高中时，将考掉，我倒还他。他无 A B C 二十六个字母记袂起来。A B C 到 D， 日本的奥利桑、奥巴桑，三个大教师出去。啊，你要讲台湾的美国话。Bus 历史 Kiss 的时候，火车休息，火车休息，伊嘛是讲台北伊朗。台北依然啊，休息啊，无闲无啦，啊，都休息。啊，像咱徛遮好，就袂使休息。咱嘛袂使起势。感谢你来参加咱这届同学会。真的很感恩的心来的。你也是我们同学会里面的一个主角，我们每个同学都是主角。其实大家都是。都是在记录我们同学会这个年代的故事。所以吼，安尼听起来好生活吼。真的，这个就是退对，以前的头毛拢剪头，啊，你
时候是用电脑，还是用迄个？用电脑。电脑啊，啊，到时候你要记得把电话给我，要那个学生的，好，再记得给学生。谢谢，你每年都有记得，真的很感动。哪里哪里，啊，你那个电脑是新的还是旧的？旧款的，旧款要用，要用旧的那个随身碟，不是新的要用新的，旧的要用那个格式才。我都一直想要退休，不过总要穿个比较。我是做建筑，做什么？我现在那个身体不好，我就是在外面的建筑。风水做得很大，我是招聘的，跟吴农一样，吴农也做得很大。对，吴农他很努力，这些同学都同学他做得最好，我感觉就是最成功。啊，再来就是你同学会比较有感觉，国中的好啦，那一段一段了，可能同学拢有情有义，拢有真热心。我要强调，男生都会哈欺负女生。尤其最坏那个是刘安松，因为你批战，你知道吗？不是，是一个叫刘明东，我真的。刘明东哦。然后下课要放学回家哈，他都会欺负女生，我都藏在林内锦的后面。真的，他有没有把裙子关起来？有没有跟他偷？没有，一根筋啊，叫林兆志，怎么样？进胸缝耶。啊，你改名，我即马嘛改名，你知道？我改阿炎。刘帅帅。阿炎啊。阿炎。假霸炎炎来参加同学会。那个名字就很好，很老气。啊，你也记得咱古早电视剧，较出名还是什么电视剧？我家没电视啊。你记得那个紫留香的年代吗？有啦，有偶尔看一下。紫留香那个年代的时候，街下路拢无人，大家拢去消化去紫留香。啊，紫留香嘛是咱同事，关聪嘛是咱同事，内底过一个龙龙，是无？现在都被电视看啦。咱即马看看，咱看看全世界拢咱的同事，拢咱的妻子。履历不放啊你。啊，拄啊陈万章才甲这个叫武功，叫甲西职光旗，啊叫足大个，啊这嘛拢咱亲戚。拜拜，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江叶尔同学，也就是我们以前跟我们都是同一班的同学。那你对同学会这是第几次吗？你知道吗？我知道啊。第几次？是我们的班嘛。我们这一次第几次的同学会？有时候我没有了。第九次同学会，我们已经迈入到五十一年的毕业，到现在五十一年的同学会。你在这五十一年当中，你对你的家庭、你的事业，还有你人生有什么难忘的地方跟同学？我的家庭是良好的，没吧？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啊，我先生现在退休，在家种菜。啊，我还在上班。你现在上什么班？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还有，蛮有意思的。没有，做清洁啦。清洁不错啊，要清洁也是不容易。对。我们江叶尔同学是很老实又很实在的好同学。小时候，他也很会读书，在同学当中也非常的好相处。那你对你家里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我家里啊，我家是一个很单纯的家庭，是很幸福。两个女儿都嫁了，儿子也娶了。但是还没生出来，这样算是很美满的。对，因为我们的年代就是一楼层，换我们的下一代都是两个恰恰，我们生三个是都是一个。
阿芳，我们现在不要生出正常，就是年代不同，记忆的时代不同，所以我们的记录带这纪录片也是在记录我们这个年代的故事，它跟我们这年代，我们以脸虾为来把这个同学会怎么记录下来。你认为真的就用心去体会，如果你认为假的，你就当作我们在这里唱，我们快乐啊就好。我们这一次叫喜相逢同学会，感谢你的来，感谢你的参加这一次的同学会。好，谢谢你，谢谢刘汉松，感谢你。就是该你该阿莹，阿良，阿莹，阿莹，假大莹莹，真好名，这边盖，这边盖，该阿莹，在大概拢在参加同学会，你我得盖，得盖盖的，啊，大家同学拢来该阿莹。看一下，给当假扮演的来参加同学会。我刚刚听这个班同学会，想不起我的好像，好像有几位，三个，有三个哈，谢也有，江也有，陈也有，还有我们的常委，连马丹的同学，现在听说去找小白兔，不要回来，不要转变。大火星气，我等那个，等那个北韩那个什么恩，那个火箭金正恩，灰弹射上去的时候，我们同学在一起上去火星，再来去找小王跟小王，他就不可以跟你老公讲，偷偷带你去，真的可以吗？可以，真的，真的可以。不好意思，没有关系啦，跟帅哥在一起是我会害羞，我是蟋蟀的帅，帅不是真正的帅，他是假的，真的啦，你是很帅。天底下有很多东西都是假的，你看我这头毛吼，这是怎啊挂假头毛，我头毛是拢那个真的，假的啦，真的啦，假的头发啦，谢谢。现在站在这里也是假的啦，谢帅哥，我是他的双胞胎啦，代替他来的，他现在害羞不敢来，打对龙盘难过。感谢你来参加我们这次，谢谢你参加，谢谢，感谢你哦，谢谢，江月友同学，谢谢你，谢谢一万通总，感谢你，好，再见。各位同学大家好，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江秀霞同学，以前都跟我不同班的。你现在参加第几次同学会？第二次。第二次同学会。你对同学会有什么感觉？你对你这51年当中，你记忆犹新，跟你最怀念的这个旅行当中，你不能跟同学讲一讲？最怀念的是小时候，你这个时候跟同学一起玩，去上课，开心。那时候你有没有小时候给你印象最深刻，能不能爆料我们同学之间的？就是带同学去拔梨。哦，铁胶啊西。蛮厉啊，蛮厉啊，阿哥，哥升黑的射到天上去那个飞机。跳圈圈，这些都是记忆犹新。一转眼已经51年了。对呀、由你来参加我们同学会，我们同学会才能增进一道光彩。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对呀、好好的过日子。你有几个子女？三个女儿。都嫁了没？嫁了。都嫁了。当阿嬷了嘛，所以说你是一个
很正常的一个家庭，小时候很老实，现在在人生的道路上旅程当中也是很正常的一个很幸福美满的一个家庭。你很会吃，家里有货啊，这是一个大好了，做货，一口做货，水槽跳，真的比较好。对，鸟对撒娇，鸟是妈妈心头上的快乐。感谢你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同学会，谢谢你。你今天就是这个同学会的主角，谢谢。记录我们同学会这50年的故事，跟这个年代不同的一个记录。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江章模老师，以前是当过校长，我们现在已经第九次同学会，已经迈入51年的同学会，你对我们同学现在的参加有什么感觉？同学会，那么已经有9年了，真是。那么希望这个会里面要长长久久的会下去，永远啊，师生的感情就是像这个家庭的感情啊，所以希望说我们这个会里面呢，能够长长久久，像一个家里面一样。江章模校长，他小时候，我们小学的时候，他毛衣是非常的漂亮，在我们纪念册上面，我们都记忆犹新。啊，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很好的校长，对学校，跟我们要会校长一样，都是贡献，一辈子都贡献在这个学校，学生，在这个学界，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江章模校长来参加我们第九次的同学会。我们迈入51年，感谢你，谢谢。你们好啦，我
算的，你两个，你两个，你两个做好不好？你电话你做，拢免计算，拢免计算的。无啦，这边的话，我讲实在，爱接这个，太难，爱接这个，就一句无话嘛。啊，无话，爱接这个。电龙龙啦，啊对，电龙龙龙龙龙龙龙，啊都音都差不多啊，这些你都是咱那报的是哪来的哦？我搞姐姐一对。来，好了耶！好，谢谢谢谢，不吧不吧。好，你好，你是哪位？你是哪位？我的老师在这里啊！我没有扁呐、啊，我们老师指导有吗？我们给老师颁一个扁哈、啊，金啊，这个金马奖哈、啊，我们就在现在给老师要颁金一个。啊，那就随便你，可以吧？你当总会长最赞，你就好了。你好，你先，接大接大接大，谢谢我们的老师。开始啊！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这么成功的一个同学会，我们有目前的同学会，目前的老师跟幕后的老师，我们要感谢幕后的老师游祥民老师，我们同学一直啊、我们一起说游祥民老师，我们欢迎你，一起说好不好？好，游祥民老师，我们欢迎你。